掉下来就会没命啊！什么意思？地板在上升，我们要被推上去了！快站在洞口位置！这是什么？淘汰！原来我们是在一个电动钓鱼机里。怎么办？又上升了，我们出去就会被猫叼走吃掉的。对，猫顶鱼钩是一个圆球，钓鱼时我们身上的衣服会咬住鱼钩，所以我们只要倒立着出去，它就钓不到我们。对哦。这是小鱼儿怎么变得这么狡猾了？这次看你们怎么逃！怎么变成抓手了？不要！淘汰！反正都是死，还不如拼一把！淘汰！这就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下场！规则？明明另一个洞口没有人，猫却在往那个位置掉，前三次掉的位置依次是。猫是按照顺时针且对称的位置规律来钓鱼的，所以下一次不要到那两个洞口去。看来你们已经猜出规律了。不玩了，下一轮直接把你们压扁吧。我们要变成肉饼了。这块地板，舅舅，这下面有条密道。这是四位数密码。这旁边有四串数字，但都不是四位数啊。还有哪里有线索？九宫格，原来这四串数字代表的其实是九宫格的连线顺序，分别按照顺序在九宫格中连接，连成的线就是数字，密码是7612。